而针对会计师工会审计委员会的执行长，就是民众党指控弄出一堆假账的承办会计师端木正，对此呢，柯文哲有最新的回应。找到端木正，我们有那我找了。有啊，你们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执行长就端木正了。你们怎么又找端木正啊？这个还不会吧？那个是他那是什么审计会的执行长？天哪，那好笑！哎、欸，那要不要换？那要不要换？确定要换人吗？目前进度、朱立伦会不会换人？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